Hello，晚安，晚安。来跟你们谈谈为什么迟到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跟那个 staff 姐姐们谈一些事情，想知道。因为刚在弄生日会的东西，所以这不是爸爸衣柜，而且我刚刚又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就是我找不到我的手机架。这个不是爸爸衣柜风，好不好？这是，好，我看可不可以夹进去，好像不行。然后我应该先架好再开播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渐渐？晚上好。不可以这样讲。短期计划，后面这个其实就是桌子，然后上面有那个，不是茶水间，手持累累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加，看不会这样。这样好像可以，可是这样的视角就会，答对了，各位，我今天是穿重复穿过，我这件是重复穿过，虽然我之前说我就不会穿重复的，可是重复的偶尔穿一下还是 OK 吧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靠着，没有前几天，我觉得这还蛮久之前的。这一块，成功！嗨，各位，这集我又看过了。最近很多人就反映看不到重播，是因为现在都不能放重播了。等一下我直播结束，我会放一个，就是类似我今天现实动态 po 的那种小影片，是人人有我、蔡一柔跟林姐还有。林雨，对，最近怎么还回放？我就没有回放。嗨，BB 小公主，期待对吧？那 Long Life 有勾勾，哎，真的哦，都没有看到。没有删掉啊，你没有发现大家都没有放吗？哎，好亮亮的。晚上好，小蜜蜂。嗨，李天天。615有跟默默玩游戏。小蜜蜂，我好像有听到，是你讲的吗？哦，我刚刚就觉得好像是那样。叶格朗吗？是吗？默默真的也没，谢谢啦。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重播，那应该就是他们忘记帮我放删掉。哎呦，我这不是这件，哎，我真的那时候傻眼哎，我以为肉肉就是穿就是跟我一样可能黑衬衫，然后结果里面一样，下面一样有这个，我们是各自去网络上买的，然后就在同一天的直播上穿出来，我真的觉得这默契太屌。很明显是重播，哎，你们想要重播就重播，没有问题，超级强！我今天直接吓到，若有传他直播的影片给我看，但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眼圈是下垂的？然后可以发现这个眼线其实为什么这边亮亮的？为什么？然后就是其实之前还有小故事。没有小故事，你们想太多。无辜演的感觉。所以我考考你，827，对吗？哪有人这么坚持要记住自己生？
夜暗狼，夜宴狼。耶、yeah, ！恭喜你答对。哎，我答对没有礼物。晚上好，嗨黄鱼。无辜耶，好像有什么什么什么动物。我觉得动物都还蛮无辜的，一脸无辜样。对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谢谢静静的深情告白。谢谢 Tomo 的口红。来查查那到底是什么。谢谢黄伟的大佬喝茶，是可爱的猫咪喝的。谢谢卡丘送的口红，谢谢。嗨，巴达克。嗨，四 ever。嗨，米加乐。好像没有原因，好吧，它就这么亮。OK 的，没问题。这样可以跟我爱去。一直都很 OK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觉得你特别好记。嗨，博婷，谢谢 Zone 的看好你哦，谢谢。嗨，晚年，晚上好啊，谢谢分享。难道不 OK 吗？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蛮经营的。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，就是身为双子座是比较容易忘东忘西的。对，我那有刚好讲到，嗨 ，CYC， 敢问卡丘是祭典那天，是吗？你有办吗？有没有？嗨 ，Jake， 嗨，何吃夏，嗨，阿红，嗨，泽春，嗨，令狐习彤。卡丘不是，对，卡丘是就是每次都穿得很正常，我以为是你。我看平衡的小智不止卡丘一个，第一直觉想起你，你卡丘你也算是蛮红的吼。嗨，北原神推，穿衬衫也好美，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回答，你们真的是，谢谢黄鱼。种下来秘书长出任务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健健。你好，我是默默。你只是小小小小只。嗨，安安的小名是屈原。嗨，第一次看到默默本人，好漂亮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大家都说，每次都会拿照片说，你觉得我跟照片有区别吗？然后就说照片比较漂亮，每次都这样。晚上好啊，不是因为卡丘就很容易想到丘品涵，因为皮卡丘穿什么都好看。谢啦，谢谢你的支持。这是感恩节，不是，这不是。神推压力，神推压力很大嘛，那只好说默默怎样都没。现在是夸奖时间嘛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是大家的支持，请投我一票。哎，不是，嗨中庭，官方一点，更我很官方了，我已经很官方了，我尽量不要这么 free 的。你好中庭，嗨小浩浩，嗨不让你知道，嗨熊真潮汕，嗨夏克尔，用我的名字哦，真的、哦。可是我每次先看到你名字都会想到皮卡丘，我觉得一定不止我是这样。每人一句赞美默默，世界无敌美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是我介绍吗？有的，所以我才带到鹰眼。哎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才是真正的绿色。有看出来吗？这才是真正的绿色。对，对的，这才是绿色。之前大家我戴咖啡色的时候，然后一直有人说我的。鹰眼是绿色，我是好像不是哈。怎么开始投票？没有啦，没有什么要投票。所以默默有知道粉丝推的成员吗？我知道推我的有谁？谢谢大家。
还是只是就是有近视，两百度。我平常其实不太喜欢戴隐形，就是我一回到家就是拆，然后去学校也是差不多，就是等我想戴的时候再戴，尽量不要让隐形在眼睛里面时间太长。不是不会不舒服啦，但就是保护嘛。一堆人也恩个神，可能粉丝就是责任感不同，很谨慎的学生。那你要把我排进你的推里面了没？今天也要好好说话吗？一直都好好说话，今天一直是很好说话。那么很容易猜到，因为看那个，因为其实就跟你很像宠物跟主人就是很容易一样嘛，所以只要那个粉丝就说话的方式，大概知道他是哪个。对，要当面那种，一进来就打瓦萨比，不是瓦萨比，艾斯，你说话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。好多了吧？没有啊，因为今天就是架子消失，所以我只能找个东西架，不然我没有让他能架高的东西。我以前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的直播是讲是这样子，然后今天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那个角度其实有蛮大的差异。想看默默比较 free 的样子，一直都蛮 free。瞬间吓爆，没有这样子吧？有吗？我一直都说我是弟弟，可是弟弟容易被成员讨厌。没有了，眼睛很漂亮，谢谢，你也很漂亮。往年我还没有那么快，从镜头侧看感觉，我觉得应该要用光照吧，光照就不会。谢谢本源神推的口红，谢谢。跟你们说，口红是女生永远买不腻的东西。谢谢流浪人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只要来看默默的对他，这样认为可以吗？这样认为会不会太超过？本人比较像啥？花掉了。所以你说推你，其实我真的不太敢确定，因为我怕，我觉得他在推我，可是他事实上没在推我。本人比较想啊，高中人看过没看过你戴眼镜？哎，谢谢泽春，谢谢，可爱哟、哦。原来是这样定义，应该不是啊，不是，就大家都会想看一下。我也是，就说我现在直播完了，然后请帮我看一下下一位成员的直播，follow 一下。没看过，我其实很少戴眼镜，因为我眼睛是圆的。我就算不戴隐形，我也不会戴眼镜，因为我不会到那种完全看不到的程度。今天全身上下都好蓝，你说我头发也蓝的意思吗？有吗？TP 的成员我都会，对啊，大家都是。就是要有这个口碑，原本就是这样。官方说，哦，真的，宠物跟哎被 follow 到了，宠物跟主人一样，对，没错，这是我的观点。嗨，小傻，但是握手会我不是全员至少哇，算是有做到滴滴的部分。wasabi，念错了。滴滴荣誉，哎，不是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挖坑给我跳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相信我。我住自己家，我住自己家，我原本就住台北。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猜拳方式，你说用留言的方式吗？所以我会被不是，我是说，因为我想说。成员都说你怎么可以是滴滴？为什么不推我？然后他们可能不喜欢吧。我自己不会，我不会这样子。滴滴要这样掉钱，可以可以。女生都喜欢正常，这是正常。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好像这个颜色，可是家里其实很多了，可是你就是超级想要这个颜色，你还是买了。可是你家里会发现一堆一模一样的颜色。
艾丽超，玉林上的怎么办？对，他都这样，他就是有一阵子就是一直换一直换，然后后来还是用回同一只。至少今天是推你的，那一本你不推我吗？谢谢小丽鱿鱼追踪，直接叫你小丽鱿鱼。谢谢黄药师追踪，所以推 Team TP 是要大，没错，大家都有一颗爱我们大家的心，谢谢。欢迎林霜，谢谢 Even 的 Kiss 啾啾，这个妆好看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最近考虑把眼线往下拉，看起来特别可爱，特别无辜。嗨，洛黎，嗨，孔刘，嗨，玄命，晚上好，昙花，嗨，完美。这样的想法很不同，很特，真的吗？有很不同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啦，大家都差不多。就是报名猜拳，你先出拳，我再丢礼物。哦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，这算你聪明。大爱族举手，对，是我。嗨，Rain Kevin。因为我体悟到，就团体先从权，哦，哎，你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。看到以为跳进坑里，哦，真的吗？我一直都蛮可爱的，有啊，我一直推默默的，Love you，嗨，小明，一近看就知道默默很用心在化妆上，对，我通常。你们知道，就是阳光照下来跟在室内是不一样，所以我通常在室内完妆之后，我会再去门外，就是靠近窗户那个地方，我再用镜子照一次自己的脸，看哪里还有瑕疵或是不完美的地方。梦有没有人跟你说你越来越有？没有啦，想的没有。谢谢你的狗腿成功，对，大家只要夸我都成功。我就是一个很好取悦的人。OK，我支持大家一起当滴滴，同意这种的发言，谢谢。谢谢金柚的应援灯。一靠近感觉头发，哎，我现在这样看也有这样觉得，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所以猫猫为什么叫猫猫？因为我的名字是李梦纯。谢谢 Zone 的应援灯，我应援灯变成生化，其实我觉得它好像蛮好看的，还是我去染一头蓝头发，然后变蓝眼睛。就是我的名字是李梦纯，然后大家都很常叫我梦梦，然后梦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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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，就是梦梦。嗨，金佑，你果然聪明，你不错。其实我有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出的时候我就不要看哦，扣到，我就说不要，我就不要看就好了。不然实验，哦好，那我选择石头，我选择石头。嗨，围城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因为这件跟肉肉一样，所以我想说让它出镜率高一点，这样子。谢谢围城追踪，哎，赢了，就知道你会出剪刀。获胜，谢谢。还好不是纯，所以李纯梦变纯纯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是梦不叫，当然是选你字中最好念的那个名字啊。其实纯纯也不是没人叫了。谢谢米加乐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嗨，顽皮蛋，谢谢静静的1万个赞。安安的，为什么？他怎么了？刚刚有看到他也，偶尔也想叫你蠢蠢。其实我其实在我国中的时候，我一直很不喜欢我的名字，就觉得李梦纯，李梦纯就是很不好念，很不顺。
然后又有点菜奇拉米拉的感觉。哼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好听。可是高中之后，就是越来越多人说我的这名，感觉我的名字很好听，然后我自己就越来越喜欢我的名字。所以就是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，有时候很重要，有时候不重要。刚刚这个人呛你，哈，叫他过来，我给他教育一下，没有了。跟你说你很纯啊，好过纯。嗯，大家说你叫李梦纯，是因为你很单纯吗？说对的。欢迎淑珍，纯纯，用台语的纯纯怎么用啊？纯纯，你我自己一直念台语，我是名字是李梦纯，纯纯，萌纯，萌纯，我是没想到。这个不可以哦。有私生饭。没事没事，各位，这种无视就好了。笋哦，笋哦，梦笋。等一下，我就有点母汤，笋笋哦。你要换吗？没有，一样石头，一样石头。默默的教育绝对让你一生难忘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么强。没事没事，各位不要太生气，我们要让自己的心灵冷静。是不是笋哦，李梦笋，梦笋，笋笋，诶，笋笋好像还可以。念台语念一念那边日文，学太多吧。谢谢各位的教学，欢迎 Popo， 还有 Listen， 赢了啦，各位赢了，台主这样能念得出来，是不是？还行啊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不是浪直播，其他人出还好，就你出的话就特别爱剪刀，孙娜变得有点孙子的感觉。嗨花生糖，嗨益生菌，嗨 Benson， 嗨，小夸张小夸张，没事，让直播，对对，没有错啦，看到他直接喷掉，真的好，那你们再帮忙就好。嗨维恩，笋笋姐，笋笋，哎，新绰号笋笋，其实还不错哎，笋笋，我喜欢，喜欢加一，在底下留言加一，没有了，就是绰号是什么笋子？为什么？因为李梦纯，然后李梦纯，然后笋笋子。嗨尼哥，嗨 Saber 林龙宇，嗨，感送一对爱心，有一颗爱你的心，谢谢。只是进来跟默默说一下，好的好的，没事，谢谢哦，敲到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青笋笋，笋笋你好，笋姐好，谢谢各位，这样大家叫你们下次突然叫我笋笋，然后大家不知道你们要叫什么，有缘就加推，列入首推，拜托你了，谢谢你，围城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喜欢我，我就会有爱你的心。爱大家，晚上好，阿龟呀 ，King Wang， 嗨，没事的，没事，谢谢围城的贡献，脸色铁青的意思，切切顺顺的这样子吗？那我就丢他出现不来说，那我这一次出，嗯。剪刀好了，剪刀，保险一点，剪刀。谢谢方小如分享，谢谢金佑分享。自存，为什么叫自存？寄存。哎，是石头。
手吗？我刚刚是说剪刀吗？所以我喜欢猫猫是一种福气，当然的。什么贡献没有啊？你就跟我们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所以有一个爱你的心。没有爱你也可以来看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你在说啥呢？这是正常的事情。我刚刚是输了吗？你获胜到跑出去画，为什么？获胜是有特效是不是？优腻主播 baby 爱你，谢谢赞赞。爱鱼者，好喜欢默默的声音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可是我现在就是喉咙有点小痛痛。缘分十秒，金鱼就是这样啊。I'm 金鱼，谢谢，谢谢艾瑞克的荧光棒。谢谢，爱你，我知道 ，baby 爱你，金鱼拳，金鱼脑拳王 ，it's me， 想到一个小福利，你又想到什么？你不要那么多想法，喉咙痛没有到很严重，就是讲话不会怎么样，可是吞口水会有点小痛，嗯，嗨，风来人，金鱼脑，没错，正确无误。CP 嗯，大家都还蛮强的，所以不止我啦，大家都差不多，不可以就只说我。爱你梦辰，谢谢有你主播 baby 爱你。有我多喝的开水，我有很乖，我超乖的。我把它加，真的不乖。谢谢流浪人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好像有稍微视角稍微高一点点。TP 记忆力强，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大家的记忆力，谁会知道？觉得累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累积记忆应该蛮强。那么直播到几点？7:40，7:40，因为我刚晚开了。枪团。就是我们，哇！你刚刚也说，真的假的？那可能刚刚生病吧。嗨，莉安，晚上好，小五。用8岁的梦，真的。好。看全程 ，Love you so much， 都进来也加推了，那就看全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跟我聊天天。嗨 QK， 嗨讨厌你坏坏，好我等一下再唱。梦辰想要口头禅吗？吼哟，吼跟哟加起来就是吼哟。我这样什么？等下那我摸一下它。OK， 好了吗？这样好吗 ？OK。真的吗？团体赛事，这不是我的口头禅。嗨，我好像很少看完全程，被抓到了。你给我自己讲，上次那个8岁猫猫，真的吗？不是阿妹，喂喂，紫色的东西什么？哦哦，不是啊，这是我的那个包包装东西的包包。哎，我以为镜头的东西，好没事，因为我拿来架它。这个勾勾有压力，有想啊、哦、真的吗？好，我弄掉，我弄掉。不是最近，嗯，我一直都蛮喜欢穿衬衫，一直都很喜欢穿，一直。没错。那、啊、我要开始了吗？刚好最近成员直播的哦，真的吗？那就8岁模式启动。嗨，早葵，你几乎不穿真的、哦，你就穿普通 T 恤吗？我现在头发好毛躁，为什么？太干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等一下有点变得怪怪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进去 B 的某某。我今天要来唱的是 Love 修行 Love 修行。
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，总是苦涩的，快不能自已。从那一天起，开始对你的浪漫修行。一视脚步，哎，真的吗？让我瞧一下。随性帅，我是觉得挺帅的，对吧？对，我就唱，这只能唱一点，对。其实是还是不能唱了，对。谢谢恩的荧光棒，谢谢泽川的戳戳你，哎，这好可爱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如果要表演才艺的话，我们是要先审核的，对。只不过因为我现在在这边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没有送审，偷偷的嘘。谢谢找葵，没有二单，不是这个。我们等一下，我的直播间都会特地就是有固定的截图时间，所以没事的。再剧透，二单不是这一首吗？就是我们要表演的东西，要先经过同意。谢谢叶枫，谢谢。很乖。就是我也没有太常，就是有人家送礼物截图的习惯，就是大家看到我就 OK 了。原来如此，没有错。刚刚有说什么固定？没有这些事，你们可以不要自己曲解我的意思吗 ？OK 好吗？好，那我不然我们现在来截图，我把这个我敲一下。就是唱非 AKB 的歌也要审核。对，好的，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时间。啊，准备坏掉吗？不会，不会坏。咯啦咯啦，就是你知道卫生纸袋吗？我用这个架高，因为我在充电，我不想伤害到我的那个线，所以我用软的东西。今天来点帅气的感觉吗？毕竟今天挺帅。这样子，哎，啊，乖，你乖，别动哦。哇，恭喜升级，恭喜升级。那我就稍微调一个正常的 pose。这么随便的讲，我找不到更好的了，真的。所以我声音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尽量不要动镜头，因为他刚刚快倒。我知道你们也有听清楚，就是对，忍耐一下吧。你看，这有一块，这有一块肉，然后用这边的头发，这样子，这样子遮住。OK， 好，神推好了，神推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进度这么快？深深感觉面无表情就能拍出很帅的照片。是的，你们要试试看吗？灰尘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次是克拉城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上次台风很吵，是不是？嗯，现在是拍照时间。嗨，鱼好。嗯，对。可是你每次都是表演可爱，这不算表演，就算装可爱，所以应该不用审核。嗨，志伟哥，刚刚第一张不行，删掉，禁止储存。所以现在没 BGM， 没有，是因为今天忘记带了一只手机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今天是我的问题。对，谢谢，谢谢二哥，谢谢。没有啦，因为我带，可是我手机没电，就突然不知道什么，怪怪的。长发玩起来更帅，立马玩，就是这样，帅吗？现在从哪没有？因为我那只手机，波哥的手机是安卓，可是我没有安卓线。
类似这种感觉。某某日常没有，我没有忘，是他没有电。没有，我是带手机。绑马尾的瞬间最迷，下来。所以我是加推耶、yeah!，yes， 赚到一个。今天感觉脸特别亮，有吗？没有吧？谢谢志伟哥的贵族玫瑰，谢谢。我没有带随身听，就很喜欢很喜欢某某。你跟我这么直白的告白，谢谢恩特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恩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。跟 Steph， 可是现在不能借，对啊，他们都在外面。你们是很想要 BGM 是不是？不想跟我单纯聊天是不是？之前不知道谁是跟我说 BGM 不重要。这样有点羞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嗨，阿华，好久不见，你去哪儿了？好 ，OK， 嗯，拜拜，小心开车，不可以偷看直播。晚安，嗯，今天在忙，忙着小猫猫，你忙着小猫猫还给我迟到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上课去，拜拜 ，ice， 拜拜。Steph 其实好像对啊，都用苹果，很少用安卓。嗨泰哥，嗨 Zong， 刚撞到一下，你说你撞到吗？没有了。四什么啊、哦？有四吗？不，四天吗？谢谢花生糖的口红。没有 BGM 更好，刚好安静，刚好什么？大家是指你们吗？别用腹语唱歌，你知道其实我不会用腹语讲话，因为大家不是那种玩偶什么，我不会用，你们会吗？不会。既然阿成已经成为我的神推的话，我想送你一首歌，你要怎么送？你说你跟我讲歌名这样子吗？哎，钢铁之爱心。Love you， 微尘。你这样一直跟我告白，我也害羞了。然后，谢谢花生糖分享。大家在这里聊天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样，其实我还蛮喜欢放音乐的，因为就是代表在我在看你们留言的时候也不会太安静。七月多，我还要一年，羡慕，好羡慕，羡慕死了。又慢慢享受最后的假期，神队有四位成员，小心我再多一点就变滴滴了。嗯，看得出来这个名字十分的可爱。耶、yeah, ！我最喜欢女粉丝，每次有女粉丝就格外的兴奋。谢谢小丽有你的风耶、yeah ，谢谢。晚上好阿给 ,hello。你也是一年加油，我们一起朝毕业的路加油，撑下去。雨林下播专心看猫猫，谢谢 Jack, 谢谢。跟荣军一样思维是没错。嘿佳阳姐，推荐晚餐吃什么吗？晚餐的部分呢，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跟我一样减肥的话，晚餐可以选择不吃或者是吃沙拉。或者是吃你们知道那个吗？那叫什么？就是它是果冻饮料，热量很低，可是很饱，很有饱足感。要加二期的女粉，真的吗？好啊，我想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承认我是弟弟，大家都不想当弟弟。哎，不对，刚刚有些人承认自己是弟弟，没关系，没事，弟弟很好，弟弟就代表你爱大家，大家也爱你，对吧？女犯优势，对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像你如果喜欢男团当然会比较喜欢男生吗？好像不会。那萌萌城应该还选
当然我是喜欢女生的大家。什么是滴滴能吃的吗？少装傻，少装了。哎呀，看到女粉就兴奋，兴奋到模糊。某某这么会化妆，真的吗？大家会想要跟我学吗？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还觉得怪怪的，因为大家都是男生在看我直播，然后我就一直讲美妆的东西。嗨，金日升，嗨，吉川，嗨，若凡。不减肥的话，我可以建议你吃牛排、铁板烧、烤肉，然后自助餐。哎，越讲越饿。拉面、炒饭、火锅。某某当然减肥啊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次就算阿纯神龙在线，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这是歌吗？滴滴是什么吃？怎样？滴滴是对你们是什么禁忌的事情吗？那要增肥，增肥呢建议就是吃一些素食的东西，就是像炸鸡、披萨，然后尽量在晚一点吃，就大概半夜的时候吃。然后对，多吃甜食，多吃甜食，然后饮料喝多一点，要一定要加珍珠，不要不吃了。好啦，这是其中一个选项。你不减肥，不减肥就很 free 啊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。嗯，吃吧，吃水果也是一种做法。可是最近越来越多水果太甜了，所以尽量在晚上也不要吃。谢谢流浪人的香槟，谢谢。那是香槟吗？它没有显示，应该是香槟。你已经在往滴滴的路，加油，围城撑下去。我是觉得还可以的。男生大多数喜欢男团，嗯，差不多。刚好上次美妆没空看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剪欸，就很喜欢没人。哇，你这个告白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分享给其他人知道。女饭比较稀有，男团男饭，你怎么念男饭啊？某某化妆课，因为我真的是从以前化妆到现在，就是每次只要有旁边人。就是在旁边看，然后他们就会说可以，就是雨林啊 ，kiss 啾啾，谢谢，看到了，我 follow 到你的存在了，默默善解人意，正常正常发挥，不减肥人设，嗯，我现在得抛弃了，你们可以说我不减肥啊，可是我减肥，你需要肉，牛排吃起来。男生会看哦，也是想要学习吧，对吧？还有甜点，甜点一定吃甜的会胖，所以甜的一定要。我来了，今天的主题是，你想说什么？这样你知道不吃吗？这个是增肥方法，对啊，我说，因为刚刚他们说他们想要增肥，吃甜食，然后不可以 take 我，不可以。阿纯怕胖吗？非常怕胖，非常。之前送你 S 尺寸，我还没收到哎，还未收到。我不是说我个人是喜欢穿 oversize 的尺寸吗？我没有往滴滴的路，你有的，你有的。嗨嗨，雨林，你知道雨林每次讲 love you 就是英文，他都会打 love you， 然后可是你就会自己很顺口念成 love you。给你们讲一下雨林撒娇的小秘密，之后握手就要，哎，那我要认真的夸一下了，这样就不好玩。哪里不好玩？因为本来就是在滴滴，对，你已经在滴滴的这条路，只是往前跟往后而已。某某很瘦了吧？可是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讲，可是因为在荧幕上是不一样，荧幕上会放大。对，牛排先切好，不然你先吃完再切吗？是这样吗？路过了滴滴那条路，对，差不多。雨林，呛！
滴滴是个食物，是个甜点。哎，没问题，吃掉滴滴哦。张雨林，我当然减肥啊！你在讲什么？你知道张雨林最近一直跟我说他胖，可是他即使胖了还是超级瘦，真是胖多一点吧。现在名字改滴滴，但只改，哦，真的吗？你还要改滴滴？那你不用改滴滴。那种可能会吃，我禁饮料，我已经禁包多久了？已经很久了。现在喝的饮料是茶类，绿茶，尽量2XL，舒服，我觉得这差不多，这差不多 XL。雨林也惊讶，没有不好，没有，这不算爆料，这只讲他一个小可爱的地方。雨林对默默减肥看到，不可以这样子讲。难过100，我拒绝往滴滴路前进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滴滴是很好的一个方向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滴滴没有什么不好。瘦的女孩往往会说自己很胖，没有，我也，可是我也是，就是有些人讲我胖，有些人讲我瘦。那既然有人讲我胖，那我就只能减。期待出男，哎，男友视角的声线好像还不错，我喜欢。欢迎13，欢迎布布。二菜啊，你们知道二菜其实大件的衣服不会，因为我不太喜欢穿就是太合身的衣服。你看，如果你二菜的衣服，然后你把前面扎进去，是不是很显瘦？是。是的，你们是想多大？二叉 L 还好，不会很大。趴着看直播，那 我跟你一起趴，没有了。其实每个都对，大家竟然都有变瘦，对。你不要好妹，好妹围成乖乖，感觉 L。我之前正常是穿 M， 可是 M 真的就是合身，我不喜欢。嗨月香，嗨张神，一不是，我不是要完全合身，我就是想要宽松一点，就是你们知道跳舞的时候越大件的衣服越能就是跳得好看。比如说你身体比较，身体细节比较没有那么细致，那大件的衣服就可以修掉你的细致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你做不满的动作，衣服都帮你做满，这样懂吗？这样是好看的。滴滴周边是啦，也是辛苦了，辛苦滴滴们了。你围成这样不要，对，女生不要花那么多钱在女生身上。有谁变胖？没有人变胖，没有，没有，心虚的讲。oversize 对，没有错，真的无敌舒服。进来某某直播都会变瘦，当然的爸，我会教你们怎么减肥。感觉我被某某当小魔宠，因为你可爱啊，只要那个人可爱都会被我当可爱的人。弟弟辛苦了，拿捏好粉丝的人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错。粉丝在哪我也不知道。嗨玉文，嗨呱呱，嗨坤贤，嗨雨飞，嗨体月，嗨黄宇，黄宇一直在笑，收默默声线，男友视角吗？欢迎大家收我的声线，谢谢。然后这边是我的 IG， 我今天会发文，所以可以追踪。被认真，对，对，怎么样？嗨艾丽，嗨过客。还是说你其实不能回答有没有收到礼物，基本上是要回答谢谢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默默的小萌宠，是只要推我的都是可爱的狐狸这样子。我最近 Q 看狐狸，哇真的超级可爱的。可是事实上就是狐狸是真的具有攻击性，而且叫声超级吵。减肥不成反而变胖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嗨花，嗨花生糖，
谢谢友谊分享直播间，嗨坦白。不能吧？嗯，也是，对，抱歉，谢谢你们的礼物。镜子，嗨小伟。复活生血可以跟猫直收，你是说直接跟我买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大力力，对，大力按下追踪按钮就对了，谢谢。还有我的直播间，也慢慢帮我按赞、点赞、分享，可是没有赞可以按，所以分享就好了，谢谢。嗨，王美，嗨阿西，嗨火中年，因为我好像每次，对啊，对，就讲对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冒签吃饭，拜总，拜。哇，嗨 A B A B C C。好久不见，有没有好久不见了？谢谢，谢谢，我喜欢这个，谢谢。为什么猫猫这么傻？因为我是猫猫，没有被退回。对啊，就是大家不要送太贵的礼物，对，不然就不行。刚刚将这个称，你说萌宠的部分吗？好，洗澡快乐。洗澡记得想到我，谢谢。嗨钟婷，主播晚上好。嗨钟仔，改成狐狸犬，可是狐狸犬就，毕竟狐狸犬现在有一点累积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祭典那天满身血，真的吗？那你有快乐吗？还是你想，其实想换成别人？没有啦。我问阿北厂的话，他都会直接跟我，毕竟阿北厂是阿北厂嘛，对不对？比赞就好，对，谢谢。好，去买去买，拜不。洗澡为什么要想？没有，就想一下是会怎么样。嗨，风之痕，嗨，高粱，嗨，问号惊叹号，嗨，40623355。嗨完美，嗨宝贝，哎我叫你宝贝。嗨笑迷，嗨小孩，开心会，狐狸犬，蝴蝶犬，哦哦，狐不一样，抱歉搞错了。哎哎呦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。接下来蛮多成员会想要礼物，没有，因为这我是都有去问过的，像你之前说那个暗赞我也有去问过，真的是不行。对，可能因为我就比较容易被发了，所以就是对我要比较严谨一点，对，真的认真太多次了。身为滴滴能拿到博士宠，嗯也是，对是。嗨一菲，谢谢象迷的枫叶，谢谢鱼的枫叶。我怕 AABABC 好像不太讲话。嗨抹茶浩浩，嗨小乖，嗨浪浪，嗨轩哥，嗨倪萍，谢谢倪萍的枫叶。每天都取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名字都好长，我现在取两个字叫，希望他们知道我在叫他。Suki 呀，吃过。是记得是雨林带我去吃的，哦有红包，哎大家抢的开心，记得要抢。想说怎么突然那么多人，怎么最近有红包，之前不是没有红包吗？好，直接谢谢大家来抢我的红包，很开心。对，然后我是 AKB48TV 的猫猫，然后欢迎追踪我的浪跟我的 IG， 这边是我的 IG， 然后我今天会 po 一个小影片，希望大家 follow 我，谢谢。今年17岁，对，谢谢。结束，会不会讲太快？嗨，爱大米，嗨路，那我就不要讲名字，我好累哦。谢谢性格的看好你哦，谢谢。我们也可以直接抢，不可以？各位有抢到吗？抢得开心。
这个也唱。我忘记给你讲送礼物的那个。不是，是他们，我没有问，是我们的规定都有打得好好的，对。所以你们问的时候，我就再回去看一下，然后确认是不是真的可以。红包无法领取，是人太多没有办法抢到。谢谢早葵的石头，谢谢阿爸的看好你哦，哎，阿爸好久不见。下礼拜生日会再去看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浪花的红包要拼图，好，我不太懂，没事，你们懂就好。谢谢嘉阳的口红，谢谢。哦，懂了。谢谢阿爸的一元灯，谢谢。嗨，怀怀，嗨。嗨，龙宝，晚上好。看偶尔浪花也会直接哦。哇，谢谢大家的解释，谢谢。小萌宠以后都会，这样才是我的小萌宠，乖乖，很棒。可是，就是我之前都会。不小心稍微迟一下开播，谢谢你们的等待，谢谢。哇，大家谢谢你们的解释。好，可是我真的没收到，我真的没有，因为姐姐都还有就是有检查了一段时间，她才发给我们。嗯，对。谢谢怀怀的早安抱抱，谢谢。嗨 ，O O A 啦啦，嗨，千面面，小萌，谢谢小萌宠的等待。嗯哼，没办法。欢迎卤蛋哥，欢迎明明，欢迎坏饭，欢迎云，欢迎南京小哥哥。对啊，就是他们检查会需要一些时间，大家毕竟大家的礼物真的很多。嗯，晚上好，嗨大王哥，跟他熟悉的名字，嗨安妮啦，嗨好，嗨小糖糖，嗨深夜林家军，谢谢鱼的枫叶跟约会的枫叶，晚上好，嗨周杰伦，谢谢小飞的枫叶，谢谢。谢谢忍者的枫叶，谢谢问号惊叹号的玫瑰。谢谢新人工作人员，谢谢。你包装真的好，那我代替他们跟你说声抱歉，对不起。可能因为大家真的太忙了。嗨，家军，人好多，对啊，怎么莫名其妙很多。哎，刘小亮，那么是不是不可以不进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，泽春，哎，谢谢云的枫叶，哎，小彤，哎，花生糖。第二次是阳光，公司可能需要 X 光，嗯，也是。谢谢泽春的麦克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快速检查，交替有可能呢，人数真的，真的有魔推，魔推是什么？有这种东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有人有色魔推吗？欢迎默默，跑出去更新 app， 我真的吗？我之前好像因为没有更新 app， 然后就一直卡。嗨，草莓酱。偷偷跳出去被我发现哈，我们可以等一下等人进来的时候再自我介绍一次。嗨，
的琴。哦，酷哦，酷，懂了。可是现在是潜力小时第五，我刚刚有到第三。下星期可以直接，哎，对耶，对，是好像是直接放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拿到吗？我不知道，很期待。因为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跟同学说我都没有特别过，就是他们也可以不用送我生日礼物。然后我生日那天，我就真的没有拿任何礼物。酷哦，酷吧？默默有一种韩国女性的感觉，是真的是这样讲没错。可是大家说，这就是我同学说，自从我进了 AKB 以后，就是变得越来越日本的感觉。我自己是感受不出来，可是真的还有哎。真特别，第一的哇六包，那你们有抢到吗？我自己是完全抢不到。特别喜欢哪一类？我觉得就化妆品吧，化妆品。嗨，花衣子铺，嗨卤蛋哥，嗨布莱恩，嗨蓝小婷，谢谢周杰伦追踪，嗨初心。嗨，问候金浩，哎，看过你。嗨 ，Miu。留言跳到上面。红包图是对耶，哎，怎么一直有啊？很有钻石，这样人数会一直进来。旁边没有人啊、哦，旁边是那个，外面是那个 Safe 姐姐们。嗨，金耀。嗨，鱼。嗨，高粱。哎，知庆，哎莫，哎如如，我觉得念大家名字就饱了。哎，真的，我怎么幻听有人叫？我知道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舅舅，哎游客。哦，好久没有说，嗯，好吧 ，QQ。单红小时榜。是哦，好多哦。你喜欢史努比？你有喜欢的人物？我还蛮喜欢。我该怎么说？那个，因为其实可爱的东西我都喜欢。我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娃娃。应该就是粉色的娃娃吧。粉色又软的娃娃。谢谢金友的 kiss 啾啾，谢谢。蜜子去 ，OK， 吃饱啊、哦，吃饱饱，拜拜。蛮日本，默默听过道场爱情没有哎、欸？哦对，好 ，OK， 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虽然你们是来抢红包的，但是还是希望，哎，谢谢艾瑞克的香氛蜡烛，谢谢，爱你，快速好。虽然你们是来抢红包的，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听一下我的自我介绍，我是 AKB48 Team TV 的李梦春，然后这是我的 IG， 欢迎追踪我的 Live 直播，然后跟 IG， 对，谢谢你们，我今年17岁，没错。恰吉很可爱、啊、嗯，恰吉很可爱，我也觉得恰吉很可爱。虽然你是怎么，没事，大家要抢到，要抢到就好，谢谢。因为来抢红包会送我枫叶，很开心。道场爱情，有听过，谢谢泽川的麦克风，谢谢你，谢谢蓝小林的枫叶。谢谢抹茶喝的枫叶，谢谢鱼的枫叶，谢谢忍者的枫叶，爱全集中。王世坚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金鱼，就算我有听过，我应该也没有忘。主播好美，谢谢 A 真剧，整的好像第一天认识我。还有朋友，从小到大有喜欢过什么角色吗？从小到大。我喜欢的东西好像真的很少。喜欢可爱的吗？其实我好几次有订过，就是我好，我决定
以后我就最喜欢他什么，然后可是后来就还好。我现在比较喜欢角落生物之类的，角落生物，因为之前一直觉得阿 K 一直讲，然后说还好啊，然后后面好像蛮可爱的这样。最近一个红包，哎，对，你们都抢到吗？要抢到哦，毕竟是我的粉丝，爱爱讲，晚上好，真的吗？其实有些人都会跟我，你跟谁谁很像，谁谁很像，然后到处都有说我跟谁很像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还蛮大众脸的嘛。红包，哎，有，可是大家应该不会看留言吧？大家都只看荧幕啊。谢谢叶枫的大佬喝茶，谢谢，谢谢勾勾大，那是勾勾糖，大耳狗，大耳狗也蛮可爱的，好难选哦。Shark 不喜欢 Shark， 鲨鱼，因为我之前前天看到鲨鱼娃娃很可爱。抢到阳光没？再接再厉，还有很多红包，大家加油！没事，各位，强大的是路人，对啊，不然他们进来也白费了。嗨，大熊，费阿 K 安利的，对。嗨，弟弟，嗨，大宝贝，嗨，全体中，谢谢国中生弟弟之中，小萌宠的饲料钱，阳光不能吃，对，你要加油才能吃饭，不要饿到。来一下红包页，发现这里有可爱的主播，谢谢，欢迎追踪我的 IG。对，真的吗？是你要点开？哎，我抢到了，我抢到阳光，不然有像差。